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玩全盘 Nelson， 欢迎嚟到大湾区，欢迎嚟到港人专业嘅深圳。我哋环宇选盘嘅深圳展厅就喺卢口岸嘅隔篱，一出电梯就会见到呢个商业城一楼嘅103号铺，可以为十分之方便。我哋环宇选盘嘅免费睇楼团咧系天天出发噶，我哋精心挑选咧过百个选盘，等你去到现场咧最真实咁了解楼盘嘅情况，同埋周边嘅地段、交通啦，以及周边嘅配套环境等等噶。当然啦，仲有品尝呢个最地道嘅美食啦。咁而家参加睇楼贴啦，咁贴身送嚟环宇睇楼三宝，送你防晒雨遮、矿泉水同埋湿纸巾，全程为你遮风挡雨，咁用心为你安排最适合你嘅行程，让你买得安心又放心。即刻拨打热线电话6963-0900报名啦！我今日咧就喺深圳嘅坪山高铁站啦，咁就会坐高铁咧就翻翻香港同西九龙啦。咁可能会睇得多咧，香港西九龙咧就坐过嚟国内嘅高铁站。咁今次咧就喺国内坐翻高铁就翻翻香港嘅，系啦。咁啊跟我过嚟啦，咁我都要讲高铁啦。咁依家咧就行去深圳嘅坪山高铁站啦。咁啱啱就坐车就喺翻呢一边落车，咁亦都可以停的士或者一啲网约车咧，系啦，咁啊亦都可以停喺度就行过嚟高铁站呢一边，咁非常之近啊，因为坪山高铁站咧就唔算话太大啦，咁啊所以咧行过嚟咧都非常之近啊，系啦，转头咧就会系去 check in 翻啦，入去系啦就等高铁啦，系啦，咁啊行到嚟闸前啦，咁就要攞翻你个回乡证啦，系就去检查飞嘅，系啦，因为我哋一早咧就喺网上就携程啦或者1306咧就买咗高铁飞嘅。因为啱啱咧就部机系啦检测唔到飞，就去咗隔离啦，就揾啲姐姐就帮手人工啦检查飞啦，咁就依家就安检就入去高铁站嘅。收好边啦，咁啊从安检啦就出咗嚟啦，咁呢个咧就系入到嚟坪山高铁站啦个候客大堂啊，系啦。咁呢度可以睇返班次啦，跟住就因应返时间去检票啊。因为呢最后即係通知你四分钟前呢就唔可以检票㗎啦。即係坐高铁呢就盡量提早少少盡早检票啦，係啦。咁都见到啦，其实每个高铁站啦都有啲食嘢呀买飲嘅地方嘅。係啦，咁当然越大嘅即係好似深圳北啊广州南啊嗰啲呢就会多选择啲啦，係啦。依家排队啦，係啦，就去检票啦，最好就提早十分钟内啦，係啦，咁就准备去检票啦，咁都係要攞齐回乡证啊，係啦。上到嚟月台啦，咁啊记得搵返你个卡座啦，到期时因为呢都要去到深圳北呢就换乘去返西九龙嘅，只需要55分钟嘅啫，一个钟头都唔使呀。咁到期时到咗深圳北呢就再同大家分享返换乘嗰个情况啦。咁呢个就係嗰个班次啦，就坪山最早就7:34，咁可以一个钟头去到香港西九龙嘅。咁讲緊个票价都係90人民币起嘅，係啦，人民币。咁要深圳北换乘嘅，咁亦都係有直达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呢最晏个班次呢就係8:10，咁9:30之前就可以返到香港西九龙，咁亦都係91人民币嘅最平。咁呢个就係嗰个票价啦，同埋嗰个时间表啦，就係深圳坪山返返香港嘅西九龙。咁啊啱啱啦就坐咗15分钟到啦，就到深圳北站啦。咁啊因为唔係直搭香港西九龙要换乘啊，咁啊而家就教大家啦係点样换乘，係啦。因为今次换乘时间呢係得15分钟时间嘅啫。上到嚟啦，咁如果换乘呢就係 B1 啊，咁呢度有个便捷换乘。
咁啊，要首先攞你证件回乡证啦，咁啊先出闸，跟住就再去搵翻你个检票，啊，然后就再去翻你坐下一班嘅高铁。咁啊，如果方便咧，就人工啦，人工会快好多嘅。啱啱喺呢一个出口啦，就出咗嚟啦，咁就呢度就系深圳北嘅高铁站，系啦。咁你有呢个候机楼啦，咁就要搵翻嗰个检票口，跟住咧就去入闸啦，检完票啦，咁啊落翻月台啦，系啦，跟住就等翻架高铁啦，因为都仲未埋站啊，咁啊都仲有时间，咁啊可以等一等啦，然后就呢一班车咧就直接去翻西九龙噶啦。咁其实喺下边咧都有啲指示嘅，对应翻买咗几多卡啦，然后就搵翻个座位就可以上车嘅，系啦。香港西九龙啦，咁啊个时间咧就讲紧系一个钟头都唔使啊，就到香港嘅西九龙高铁站，即系喺屏山高铁站出发。咁啊依家咧就出闸啦，之后就过关系啦，出咗闸啦，过晒大陆关啦、香港关啦，跟住就出嚟啦，可以坐翻地铁啦，或者坐巴士啦。咁今日咧就实测咗啦，喺深圳屏山过嚟西九龙啦，咁个时间都系一个钟头内。咁希望观众鍾意呢类嘅短片啦，咁俾个 like 啦， share 俾朋友啦，咁未订阅嘅朋友啦，记得订阅返我哋个智生活频道，咁我哋下次见啦。湾区智生活，讲飲讲食，影相打卡，智超体验，我哋会亲自带你捐窿捐梁，寻找自家笋盘，休闲娱乐，退休度假，一站式智齐攻略等住你。我阿姐，我 Tony， 我 Eason， 同你一齐生活智湾区。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我哋嘅频道。